面粉，中筋面粉，你先煎那个水哈、啊，然后差不多这样子。夏天比较容易化，冬天就比较小瓢一瓢。哎，对，小瓢一瓢就好。那个花粉先泡在水里面，差不多。哎，对，让它差不多放个五分钟哈，让它那个花粉好像是溶在水里面，然后再面粉下去。哎呀，你拌一拌你就。在哦，在，我们要先断，全部一起好了，全部一起。哇，这个柔软啊！啊，你这个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柔软度的啊。如果说你喜欢比较结实的、比较扎实的，可以或干一点也没有关系。哦，就你如果一切都可能呈现在西部用的，没有关系。好了，哦，要软一点。我是从来没有说用这些东西，可是今天就是为了说要跟你讲，就用小吃的一汤匙。哎，对的，你要看天气，如果是冬天的话，看天气哦。哎，没有去拜师学艺，在你们面前这样子，哦，厉害嘞，很厉害了，我们很研究，很喜欢学，我们喜欢学。没有，主要是以前他是军人，那我们家是五个小孩。我们这个也比出来的，比出来的。五个小孩生活比较清苦，就凡事都自己来弄。啊，你们去买线一家人啊。那你要揉的话，就是说揉到说有就三光熟，不要沾到面粉。面粉，哎，桌子也不要沾到面粉。其实外面卖的眼镜包连感都不甜，然后一小只的花粉。你要花粉先到水里温水里面去泡，如果冬天的话才要用温水啦。哦，冬天用温水，夏天不用。好，谢谢。太热。哦，他要这样。哦，水煎包是用这样子啊，馒头就不是了哈。哎，馒头也会有。这个是我想学啊。好，来来来，这给你，很软呢。可是这个我还倒不会，这样我喜欢。小姐，来来，这个要这样子哈，这个朝上，这样子给它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哦，对，这样看起来才来了，看看，才会这样子，这边转啊，你看，这个笨，要转，一边擀一边转，要里面比较不会转，哎，谁会吧？他们得太熟了，就是往外来，往里，小姐，哦，往里面哦，哦，那个吸那个冰箱要留厚一点，那太细了，没关系的。好啊，这样子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看秀英怎么弄。来，是秀英的手法，这是秀英的手法啊。对，太伤人了。好，一般人讲十点八话，就说泡比较少，就手少一点，泡比较大要坚持。哦，这个时候要注意哦，不要说没有说。换一个，换一个了。哦，我让八个。你要要不要再去买一点面粉给你包？大家都快有兴趣了，大小，包子大小来一个，哦，包子大小来一个。妈，锅小一点，不要太多吧。哦，不用太多了，有啊，也有啊，好了，现在他们都有这样，也是很甜，哎呦，这个最好看正面，看人家的电视这样的包，哦，这好行哦。这个拿你先放中间，让它煎的有那个再放旁边没关系。这个放用高筋的不行吗？中筋的都是用中筋的。高筋是做面条的。打这个拿对要打要打要打，这个一锅不要这样一下哎，一锅不用装，这边还有吗？有呀，不要就忘记了。用金灯哦，好啊，不要讲话，好不要讲话啊。好，在这边顾，这边顾。好，在这边顾。我听到我声音的哦。哎呀，我爱听声音。对呀，用这个装就可以。我是觉得应该换一个胶带。钱过了，不能摆在这边。钱太重了，太大了吧？好，炒米粉啊。其实一堂课炒米粉已经教过了。姐姐，姐姐，顾个几点嘛去？好好好。我学最多，我在旁边看的学最多。那下次都
我怕不要皮。我也不嫌不行，现在已经那个送他们看，应该还交掉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哈，现在然后对啊，可以加油，唱起来，加油！啊，你喝完了。哇，好好哦！不讲话真的是傻的，没有，我不好意思，是我自己爱的。好，请开动。开动。